家快看啊，一堆废墟里居然藏着闪闪发光的东西，我得把这些废弃的木头全部搬走，可算露出宝藏的真面目了。好漂亮的浴缸，今天真是大收获呀，我要把它搬回家去，可算是到家了。这个浴缸可真重啊，这是旧浴缸，看着可真垃圾呀，丢掉。等等，换上漂亮的魔法彩虹浴缸，我能洗个彩虹澡了，脱去脏兮兮的衣服还有我的鞋子。魔法彩虹浴缸我来了，新浴缸新体验，把花洒打开，我要舒舒服服的泡泡。哇塞，冒出了好多的泡泡啊，我不见了。哇，好神奇的浴缸，用魔法彩虹浴缸洗澡之后，我长出了一头彩虹魔法头发，我好喜欢这个魔法头发呀。奇怪，前面有个光头女孩，这可是公主的宴会，她一个光头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把她赶出去，真是好主意，把这贴她身上。你们想干嘛？这是给你的失败者标签。什么？我才不是失败者，我要回家。好难过呀，妈妈你在哪里？我的宝贝，怎么了？其他公主们都排挤我，她们说我是失败者。不要哭了，宝贝。奇怪。是我的，我本是小花仙，那天做实验把药水倒进了魔法浴缸中，本来还好，谁想到居然突然着火了。糟了，我得快点离开。我离开了我的粉色城堡，火势越来越大，我的整个城堡都被烧没了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好啊，好漂亮啊！对不起，我们不该那么对你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音乐响起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漂亮公主是一家。